Hello，三年级的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大家得一起来上国语课，OK？来，get ready 你们的国语作业好吗？在这里，老师先自我介绍，这边玉老师，OK？大家好，所以准备好你们的国语纸张，OK？我们7月份我们学的国语呢，谈一谈的主题是 Pertanian Dampen 的那干，就是我国的农业和我们的畜牧业。所谓的农业部指的是，好像我们种蔬菜呀、等等的。然后我们的 burn 的那干是否我们的畜牧业指的是我们养的动物啊等等，OK？所以来 get ready 好你们的纸张了吗？OK，来看看你们的纸张跟老师是否一样哈，是不是这一张第一面有的是 pertanian dan burn 的那干 emma tujuh 的。Perkataan yang saya suka 的，OK 吗？OK 哈，来，大家有这张纸张了，来，老师大概解释过一下。这一面，首先我先来解释了过后，让你们写一写一些词汇。来，老师大致上读过一次，要阅读的同学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阅读哦。OK，Iklim Malaysia。Meru sesuai menanam berbagai tanaman，指的是马来西亚的气候适合栽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OK，Malaysia terletak di Semenanjung Asia Tenggara。你看地图的话呢，我们是东南亚半岛区。OK，Malaysia 这边，接下来。Kawasan ini jarang didandan ribut taufan atau kemarau. 这个地区呢，我们没有面对的问题，我们 safe from ribut taufan 就是台风那一些。Kemarau 就是旱季，就是指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热到我们的土地皲裂的那种。没有嘛，对不对？虽然我们这里说天气会炎热，可是没有到这么的夸张。OK，所以我们很庆幸哦，我们住在马来西亚。接下去，Ini merupakan keistimewaan lokasi Malaysia yang berdekatan dengan Khatulistiwa。OK，为什么我们国家可以这样安全 from 地震啊？火山啊，台风啊，等等的呢？哦，原来你们看一看这个地球，OK？我们马来西亚，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啊，这里番薯、马来西亚这些，对不对？这里你大致上如果放大看的话呢，我们是在这里你看得到的，指的是呢，我们的位置很好的。位于卡杜里斯蒂瓦是赤道，指的是我们地球在中间。OK，我们 sorry，马来西亚在属于地球的中间的部分，那就是我们靠近赤道这个地方。所以，我们 safe from 这一些火山爆发、地震，我们的 Malaysia 没有面对这些天灾的问题咯。OK，对，这个就是讲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气候非常适合栽种各种各样的植物哦，农作业等等。来，Tuliskan tanaman yang anda mengetahui atau pernah melihat di Malaysia。OK，来这里，老师要你们动一动笔好吗？写写你知道或是曾经看过的一些马来西亚植物呢？啊，可以写下去。你们这里所谓马来西亚的植物，指的是我们的栽种的水果也可以，我们栽种的蔬菜也可以，或者是花等等也可以。哈，OK，打个比喻，老师给你们花，有的是好像 orchid，
啊，有听过吗？胡菊花，我们的 orchid。然后呢，至于蔬菜的话，那么我就讲 sayur sabi 菜心好了。啊，水果有什么啊？有 durian，对吗？OK，所以这里大致上你们可以 list 出你知道的最少。写三个，OK，写水果一个，蔬菜一个，然后过后花朵的哈，一个也可以。你当然你们要写更多，老师是不阻止你们的，OK，最少写三个哈。马来西亚的植物，如果你不会写华语呢，你可以写，sorry，如果你不会写国语的词汇，也可以写华语的词汇的。好像你不知道 bunga refresia 对不对？你只知道来佛是花。哈，那么你就写来佛是花给老师也可以，OK？这些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植物，所以你们可以写写哦。在这里呢，当你们在写的途中啊，当中老师大致上跟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有 tanaman 和 tumbuhan 这个东西。OK，tanaman 呢指的是我们种的。可以赚钱的，好像我们大批种植的 nanas，对不对？我们的凤梨，我们可以 export 出去国外的。哈，tumbuhan 呢，植物，好像我们种的花这些等等，我们称为植物。OK，它这个呢，tanaman 通常我们比较大的影响，农作业指的是栽种的话是大量的栽种的。OK，tumbuhan 呢，则是好像我们自己种。哦，我们家里食用啊，或者是我们种火梅花，我们周围环境等等的那个，我们称为 tumbuhan。所以各位，这里你们可以写下去哦，包括植物啊，你看到栽种的那些凤梨呀、啊，我们国家有橡胶啊等等，也是可以写下去的，OK 吗？写至少三个哈，OK，让老师接下去下面同样一面。Terdapat berbagai jenis tanaman ditanam di Malaysia. Jadi, 我就要给你几个 example. Contohnya, 我们这里栽种的有分成好几类，有的是 bahan mentah，就是指原料，我们可以拿它制作成其他产品的。For example，我们栽种的稻米 paddy，对不对？我们栽种苞米来人类食用这一些等等，然后制作成面粉啊等等的。然后呢，gedah 就是我们的橡胶，OK，我们的那个橡胶鞋啊，我们的 eraser 橡皮擦都是由 gedah 制作出来的。有看过吗？那个图画，老师放的 gedah 是割胶工人早上，OK，你们知道 gedah 怎样得到的吗？OK，你们的华语课本其实也有读到了的。至于这个 gedah 呢，老师大致上解释一下。它是一棵高高瘦瘦的树来的。七早八早呢，人啊、这个讲农夫啊，他就会去拿一把镰刀，他会在这个疙瘩的树身，他会割，OK。然后呢，他们的胶质疙瘩那个包括疙瘩就会流出胶质，就是他 collect 的这个桶，看到吗？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橡胶园的话呢，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棵的那个橡胶树那边都有绑着一个桶，因为那个桶是要 collect 这个橡胶汁的，OK 吗？来，接下去有的是 Kelapa sawit，我们的油棕，看到吗？Kelapa sawit 油棕哈，这个油棕呢？OK，就是指的是我们拿来煮菜的咯，对不对？拿来煎东西的咯，Kelapa sawit，看到吗？OK 哈，然后接下去我们的 bunga，我们的 bunga 跟你们介绍，我们这里有的 bunga anggrek，你们讲 OK，老师我写 OK 可以吗？可以，没有错的。OK，就是我们的胡菊花 bunga orchid。然后呢，这里 bunga asoka 老师故意放这个花，来，各位请看一下那个图片，有看过这个花吗？bunga asoka，OK，这里没有看过的呢，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的学校是否会栽种这个，
因为呢，据老师所知呢，大多数的学校都会在学校的范围内会栽种这个花木啊，说吧 ，OK？ 你们 maybe 这次可以去观察看看，有可能不是在你的学校，也有可能在你家的周围，有可能也有栽种的这个木啊，说吧。非常常见的，通常是红色。有些人会说，老师，我看过黄色的。对，确实也有黄色啊 ，orange 色，可是比较鲜少，比较少见的这种。OK， 然后接下去我放多一种花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大红花 bunga raya。OK 吗？我们的大红花。来，接下去呢？我们来看看 sayur sayuran， 这里老师分成三个种类 ，OK？ 老师课上跟你们解释过一下 ，jenis buah 就是指它的出生会结果的 ，OK？ 有的是我们的 chili， 我们的辣椒，这个老师放的是大条的辣椒，小辣椒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chili padi 是小辣椒哦。如果你们要多记录，也可以记录下来。然后接下去 ，tomato， 我们的番茄，对不对 ？tomato， 我们的番茄那个树身，然后过后结一颗一颗的那个番茄，一粒一粒的番茄。然后接下去，我们的长豆 ，kacang panjang 树，然后过后它会长一条一条的 kacang panjang 出来。然后接下去再来一个 example， 就是我们的羊角豆 bandy， 看到吗 ？bandy 也是 genus bua 来的。接下去我们这里介绍给你的 genus daun 指的是呢，我栽种这个植物，最主要我是要取它的叶。OK，for、okay? example 那个菜bayam 有，这里呢应该有吃过吧 ，bayam。OK， 我们的。蔬菜这个是它的叶片的，还有它的茎的 ，OK， 嫩的茎。然后接下去有的是干贡有时候安迪会炒干贡给学生吃。然后呢，接下去会有的是沙威菜心这个有时候安迪也会准备给学生吃。Even though 呢，有时候 Daddy 妈咪出去买。经济饭的时候也会买菜心，要吃蔬菜的 ，OK？ 来，接下去这里 ，Jenis umbisi，Jenis umbisi， 来，我大概解释过一下 ，Jenis umbisi 这里老师写的球根的意思是籽 ，OK？ 这个植物非常的特别，你种了它过后呢，它的结果它的果实是结在泥土下面的。这是所谓你们学过地下茎，对不对？那个果实长在泥土里面的，所以这里有的是萝卜，不对，我们的白萝卜是长在泥土下面的哦。就是说，打个比喻，你栽种的它，你上面你看不出它长出白萝卜的，你要酸哦。好像打个比喻，如果没有记错，白萝卜是差不多40到45天里面成熟的。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半这种 ，OK， 你就可以去挖那个白萝卜。你种了过后呢，你就会看到下面有这个白色的了。然后接下去无比更大，至于我们的 potato， OK， 我们的 potato 呢也是一样哦，它也是一样在长在泥土底下的。还有洋葱，我们的 bawang merah，OK， 这个呢它也是一样长在泥土里面的。OK， 你要算它的日子了，过后我们去挖得到的这一些 ，OK， 所以看到吗？在这里，一种蔬菜我们种了过后，我们最主要取得它的果实的；一个我们种了最主要是吃它的叶片的；还有一种我种了那个蔬菜，我最主要是求根它的那个取得它的果实是在泥土底下的，看到吗？OK 哈，希望这一面可以让同学们长知识哦。OK， 来，接下去准备第二面好吗？同学们，看看我们的第二面是否是这一张答案。老师要带领你们大家一起来读过这一篇答案，关于我们的
buah-buahan tempatan, 我们的本地水果 ，OK， 我们的本地水果的，好了吗 ？OK 哈，可以喝一口水，然后过后我们接下去 ，OK， 来这里 ，Pak Ada bertani， 为什么我们要栽种 ？OK， 我们来读关于我们的 buah-buahan tempatan 本地水果的。Malaysia merupakan sebuah negara yang kaya dengan buah-buahan.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haruslah mengenali buah-buahan tempatan. Buah-buahan tempatan di Malaysia amat berkhasiat. Malaysia 是一个丰富，是啊，讲讲丰富盛产水果的一个国家。身为马来西亚的人民，我们大家应该要认识我们的本地水果 ，OK？ 本地水果在马来西亚非常的有营养 ，berkhasiat 的 ，OK？ 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 ，Tahukah anda buah-buahan Malaysia dibahagikan kepada dua kategori yang besar？你是否知道马来西亚的水果，我们虽然都是称为本地水果，可是我们分成了两大组合 ，OK？ 有的是第一个 buah-buahan bermusim，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buah-buahan bermusim， yaitu buah-buahan yang hanya boleh didapati sekali atau dua kali setahun。Ia juga dikenali sebagai buah tropika. Musim buah-buahan bermula dari pertengahan bulan Jun hingga pertengahan bulan Ogos. 这里大致上可以跟大家解释过的，就是 buah-buahan bermusim 其中一个就是季节性水果，指的是在我国马来西亚，它并不能常年得到的，它是有季节的。就是我们会得到一次或者是两次一年里面啦 ，OK？ 呀，它也称为热带水果 （raw tropical），OK？、Okay? 这个 musim buah-buahan 呢，是从大约六月、六七月，现在我们就好比现在我们在马路上时常看到卖什么，我们的榴莲、我们的红毛丹、我们的山竹，还有我们的榛子蜡等等，对不对？哈，这些都是 buah tropika， 看到吗？然后呢，他这里解释给你听的 example， buah-buahan bermusim di Malaysia adalah seperti durian, rambutan, manggis dan duku langsat， 看到吗？哈，这里就是老师给你们看到的 example， OK， 如果没有看过的，可以去认识认识一下哈。来，接下去 buah-buahan tidak bermusim， 非季节性水果 ialah buah-buahan yang boleh didapati sepanjang tahun。 buah-buahan tidak bermusim boleh didapati dengan mudah bila-bila masa。 contoh buah-buahan tidak bermusim seperti nanas, belimbing, jambu、pisang dan birthday， OK， 这里指的是非季节性，就是常年我都可以得到的， OK， 就是随时我要吃的话，我去商场就可以购买得到了， OK， 这里给的 example 有的是我们的凤梨，看到吗？还有杨桃 belimbing， 然后我们的番石榴 jambu， 还有我们的 pisang 香蕉，还有 birthday 我们的木瓜，这些都是随时都可以得到，轻易就可以得到了的，看到吗？来 ，pokok buah-buahan seperti pisang, birthday, dan belimbing boleh ditanam di sekeliling rumah. Ini dapat memudahkan kita mendapat buah-buahan tanpa pergi ke gerai buah-buahan. 这个他跟你讲的这些水果呢，可以其实也可以在自己的屋子周围庭院那边栽种，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哦。我们可以没有必要到水果店去买水果 ，OK？ 我们可以栽种了自己服食。接下去来
这里呢，我就会跟你们解释波波汉等巴丹的一些好处，好吗？来，波波汉等巴丹 mengandungi kasih yang sertanding dengan buah-buah yang diimport。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这里的本地水果跟国外来的水果，其实呢，它的营养成分有得相比的。For example， 这里我讲的大家都认为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呢，全部人都认为吃饭啊，吃 orange 嘛，对不对？我们的 orange 呢，会 provide 我们 vitamin C， 对吗？其实各位知道吗？我们的 jambu batu 番石榴的营养 vitamin C 是相等于我们的狸猫的 ，OK？ 所以这里的 John Thorne 他跟你讲。Buah jambu batu mengandungi vitamin C， 还有维他命 C。Buah limau mengandungi asid yang boleh membantu proses penghadaman manusia。这个酸橘子可以帮我们消化我们的一些讲 process， 我们一些吃太饱过后的一些消化系统这一些。对各位，番石榴其实呢，它的营养是相等于我们的橘子的。OK。来，还有这里他跟你说呢，波波汉等巴达木达迪巴巴迪，容易就可以得到了。Oleh sebab itu, buah buahan tempatan didapati lebih segar dan tidak mengandungi bahan pengawet. OK， 我们本地水果自己国家在种，非常容易就可以得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水果比他人来得新鲜的，因为呢，打个比喻，我们的 apple。OK， 你看送运到我们国家来，那个 apple 青苹果红苹果外面还能这样子 shining 的，你觉得有可能吗？啊，他们会一定会放一层蜡，对不对？打一层蜡，或者是呢有一些水果还会放防腐剂，这一些吃多了对我们身体不好的。如果我们吃本地水果，非常明显，这里栽种，我们国家栽种，然后我们先买就现吃，所以怎么说呢？这都比外国水果来得好 ，OK？ 对，这里还有 ，harga buah buahan tempatan lebih murah dibandingkan dengan buah buahan di import。其实呢，本地水果比较便宜 ，compared 跟那些进口的水果 ，OK？ Buah buahan tempatan tidak memerlukan kos yang tinggi。kerana tidak memerlukan kos pengangkutan import。 这里本地水果比较便宜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原来你们想一下，你的 apple 啊，你的那些 orange 为什么会比较贵？原来它要坐飞机来的哦，它要坐船来的哦，对不对？所以这些都需要运输费，对不对？我们本地水果自己栽种，拿去市场上售卖，怎么来说都比这些进口水果来得便宜嘛，对不对？来，接下去 buah buahan tempatan dapat menambahkan pendapatan negara， 增加国家收入。诶，怎么说我们栽种的水果就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呢？ OK， buah buahan tempatan berjaya diekspor ke luar negara。Contohnya, buah nanas diproses dan ditingkan untuk diekspor ke Arab Saudi dan Amerika. 哦，原来你们知道吗？我们这里的本地水果，它会加工 ，OK？ 它会经过一些 process， 然后呢，放进丁一丁一丁罐头里面，然后呢 export 去其他的外国的。就打个比喻，我们的 nanas 凤梨。凤梨罐头等等嘛，对不对？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都是 Malaysia 这边啊，包装了过后放在店里面售卖给其他人的、其他国家的 ，OK？ 所以从中赚取国家收入了，增加国家的钱啊，金钱流动了。来，接下去，波波汉等巴丹达巴姆马朱干 industry 波兰中案。嗨，其实我们的本地水果也可以促进旅游业。怎么说它跟这个 holiday 的 program 有什么关系的？人家到底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波波汉等巴丹而促进我国的旅游业？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Semasa musim buah-buahan, banyak pelancong asing akan berkunjung ke negara kita untuk merasai keenakan buah durian. Ini juga dapat memajukan ekonomi dan memperkenalkan buah-buahan tempatan ke seluruh dunia. 这里知道，原来不要讲今年啦，因为今年的疫情关系，其实历年来呢，六七月的时候，我国的游客率特别的高啊，到我国来旅游的这些游客们特别的多。为什么？哦，原来呢，他们到我国有一些目的是要为了品尝我们的 tropical， 我们的热带水果。OK， 有些甚至为了榴莲慕名而来，他喜欢吃榴莲的啊。老师不知道你们喜欢吃吗？喜欢吃榴莲的人就会说榴莲很香哦，它的味道。不喜欢吃榴莲的就会说，哎呦，很臭哦，那个榴莲的味道。OK， depends on 你个人咯。来，接下来是这样也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嘛，对不对？因为他们来我国要享用这些水果都需要给钱，对不对？所以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就是赚钱了我们。然后还可以把我们国家的水果介绍给全世界人知道。OK， 要吃榴莲，马来西亚。哈 ，OK， 来，接下去。Kesimpulannya, kita haruslah menyokong barang buatan negara sendiri dengan memberi buah-buahan tempatan. 总结来说，我们应该要大力的购买国产货 ，OK？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嘛，对不对？要鼓励人们多吃本地水果，可以吗 ？OK， 这个是 for 我们的第二面的。来，接下来。小朋友们翻去第三面，在看第三面之前呢，麻烦各位喝一口水或者上一个厕所，我们再继续好吗？你们暂时可以 pause 一下 video， 等下我们再继续哈， OK 吗？来，小朋友们看一看第三面哈，这一面哈，我们这一面是要谈戈尔拜干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国家要进行这个伯达尼呢？来，各位，发达伯达尼 ，OK， 种植的好处 ，OK， 戈尔拜干伯达尼对于我们人类或者是一部分动物们的国家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来 ，ditanam sebagai makanan， 提供粮食。Banyak tanaman ditanam sebagai makanan. Contohnya, sayur-sayuran, padi, dan buah-buahan ditanam untuk dimakan oleh manusia atau haiwan. 人们种植这一些植物是为了 as a 提供我们人类或者是一般动物粮食。有的是好像蔬菜、我们的稻米、我们的水果。这一些对不对？来，还有第二个好处，我们要栽种是因为呢 ditanam sebagai bahan mentah 提供原料的 before the process 变成另外一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一定要先栽种。这里有的是 bahan mentah boleh diproses menjadi produk harian 可以被加工，看到吗？然后 contohnya Getah diproses menjadi ayah轮胎哈，刚才老师 recommend 给你们大家知道的橡胶，对不对？橡胶可以制成轮胎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种宝宝的大？然后接下去还有为什么要在种 peluang pekerjaan， 就是提供就业机会，让我国人民有机会可以工作的，哎。Permintaan hasil pertanian semakin meningkat di Malaysia. 我国的那一些讲农业的这一些需求量产生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所以我要种更多的橡胶树，我要种更多的那些油棕树，我需要什么？需要人手，对不对？所以 keperluan bilangan pekerja juga banyak. 我需要的这些工人也是多的。OK。
其实呢，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吗？现在呢，有很多外劳啊，我们很多外劳在做着我们国家的 pertanian。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由外国人来做这一些我们的 pertanian 呢？原因就是本地人很少要 involve 在这一些 pertanian， 因为他们认为做这一份是一个苦差来的，不容易的。OK， 其实呢，与其让这些外劳来赚取我国的，讲我们国家的王，为何我们马来西亚的公民不自己 involve 在这个行业呢？啊，所以其实 involve 在这个 bidang pertanian 也是非常棒的哦。小朋友们，来 ，ini dapat memberi peluang pekerjaan， 提供就业机会咯。还有这里 ，menjimatkan kos perbelanjaan， 减少花费。Kita boleh menanam sayur-sayuran atau buah-buahan sendiri untuk makan。Ini boleh menjimatkan kos perbelanjaan keluarga。我们可以栽种这一些蔬菜啊，或者是水果，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栽种，对不对？这样就可以节省我们的开销，看到吗？可以节省开销了咯。啊，来，接下去还有的好处是 ，menghijaukan kawasan 可以绿化我们的周围环境。menanam bunga-bungaan atau pokok buah-buahan di kawasan rumah dapat menghijaukan suasana perumahan。 栽种这些花、水果树等等，可以绿化我们的周围。 Ini juga dapat menurunkan suhu di sekeliling rumah。 我们四周围如果栽种这些植物的话，就可以降低温度 ，OK， 让我们屋子室周围变得更加的凉爽 ，OK。来，接下去 ，menjadikan kawasan， 哦，原来我栽种这些也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menanam bunga-bungaan yang berwarna-warni di sekeliling dapat menjadikan sekitar。Yang menenangkan pikiran selepas penat bekerja atau belajar。 这里指的是栽种五颜六色的花，在四周围可以美化我们的环境。它可以，这里老师换一个米，看到吗？ Menenangkan pikiran 指的是让我们冷静我们的思维， OK， 就是说让我们 relax 一下。爱的是那一些大人们工作回来累了啊，看到美美的花心情愉快，或者是啊读书读累了到外面屋外走走，哇，美丽的花让我们心情愉快的这种，看到吗？然后呢，来接下去还有的 faida bertani meningkatkan pendapatan。Kita boleh menjual atau mengekspor buah-buahan atau sayur-sayuran. OK? 这里我们可以在讲我们国家呢栽种的这一些植物我们的农作物 ,OK? 我们的农作物可以售卖出口，增加我们国家的收入了。然后还可以 mengenali Malaysia, memajukanPelancongan， 提高名誉，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说让人家认识马来西亚的啊，然后促进我国的旅游业。我们的国家 famous with 我们的瓜瓜和等巴蛋热带水果，对不对？所以转到那些外国人特地来马来西亚，有些是为了呀啊，我要再看榴莲到底是怎样的，看到吗？啊，来，所以这里，这里你们写完了过后，老师下面有一个，等一下哈，下面有一个啊，这个来，
这里 Gerasimbolania， 这里香槟老师有一个要你们抄三次的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haruslah sering membeli barangan hasil tempatan。 身为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应该时常购买国货，看到吗？啊，所以这里你们要抄三次哦，所以鼓励大家购买国货的，记得写三次的国语字就好了，华语没有必要哈。抄国语的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haruslah sering membeli barangan hasil tempatan， OK 吗？好了哈，好了，小朋友们准备你们的第四面， OK， 我们要做挑战题咯。来，挑战题，这里有五题的挑战题。来，第一题 ，Soalan satu， tuliskan tiga tanaman di Malaysia。我们国家有的 ，OK， 我们国家有的那个植物有什么呢 ？Malaysia 栽种的农作物等等，有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写三种。花那些把它们搭或者是蔬菜也可以、okay? 然后呢 soalan dua 这里有的是 buah-buahan tempatan boleh dibahagikan kepada dua kategori， 它可以分成两个组合。 buah-buahan tempatan bermusim ialah OK， 这里季节性的，这里你要找前面第二面季节性的水果的意思是什么？呀啦，你们找了，抄下去。Buah-buahan tempatan tidak bermusim ialah， 非季节性的呢，指的是什么呢？写下去。这里写的是它的maksud，它的意思。只要你们打开第二面的bacaan，你就可以看到了。OK。然后接下去 soalan tiga， tuliskan dua jenis contoh buah-buahan tempatan， 写出两种 contoh buah-buahan tempatan。 buah-buahan tempatan bermusim， 季节性的水果两种，写给老师。 buah-buahan tempatan tidak bermusim， 非季节性的水果是什么呢？啊，写下去。OK， for soalan tiga， 然后接下来 soalan empat， tuliskan tiga kebaikan buah-buahan tempatan， 写出三个为什么啊？三个我们本地水果的好处呢？写一下哦，本地水果有什么kebaikan啊？它的价钱比较怎样的？它的营养其实又是怎样的？它还可以怎么样我们国家的收入呢？哈，同样你们找在第二面的bacaan，同样也可以找到它的kebaikan， OK 吗？然后来接下去第五题， OK， 第五题就是叫你 tuliskan tiga kebaikan pertanian di Malaysia，写三个好处 ，OK， 三个好处，为什么 Malaysia 要进行农作物、农作讲讲农业的产农部的产业呢？哈、啊，为什么我们进行 pertanian 呢？写一写它的好处好吗？有三个好处，在我们的muka surat tiga 第三面那边有的 tips， 你可以 refer 那边写下来。可以了吗 ？OK 哈，来，所以小朋友们，你们前面的第四面的要 complete 哦。哎 ，sorry， 第一和第三面的要 complete 哦。然后接下来老师会跟你们讨论答案。如果你还没有 complete 的，麻烦你 pause 老师的 video，OK，、okay? 就是 unpause 一下那个 video 哈。然后你先去 complete， 然后过后才来。看一看老师后面跟你们讨论的，我希望各位啊诚实一点好吗？因为前面的老师有给你们 tips 哦，然后 even though halangan soalan 老师也有给 tips， 对不对？answer 在第几面老师已经提供给你们，
所以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全力的自己完成前啊你们的作业好吗？到第四面 ，OK。至于完成了的同学才可以按继续这个 video play， 继续这个 video 好吗？来，所以这里注意哈，老师接下来给你们的 answer 呢，只是建设性的答案 ，OK？ 你们的答案未必跟老师一模一样 ，is OK 的。你们可以用蓝笔记录老师的答案，然后如果你的 answer 跟老师不一样，可以在 Zoom 的时候问老师，或者是 after that 你比较害羞的话，就你交上来的时候老师帮你批改吧，好不好？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我们的第一面，刚才我们有讲的 Tulis Tanaman 对吗？Tanaman yang anda mengetahui， 你知道的，这里老师大概有提供的 sayur-sayuran berorganik， 我们的有机蔬菜，pisang 香蕉，我们的水果 manggis 啊等等，还有我们种植的那一些农作物有 geta 还有 kelapa sawit 等等。如果你们啊，老师我写报告 pisang 可以吗？可以，如果我写报告跟大黑嘛，可以，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植物嘛，对不对？所以报告比山，报告 manggis， 报告 gerda， 格拉巴沙维 ，body， orchid 这一些。啊，我给的 example， 如果你们答案跟我不一样的，麻烦你们抄老师的两个，再用蓝笔抄在你们的纸张好吗？然后呢过后你的安设放这，老师会帮你们批改，因为这里老师给的安设未必会跟你们没有一个老师一模一样的嘛，对不对？如果有撞到的话 is OK， 你就抄那两个没有跟老师撞到的，你们就写下去。来，接下来哎，我们就会有给你还有这个抄三次你们的第三面的，要抄三次的，各位不要忘记哦，记得要抄三次 ，OK？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到第四面的哈兰安索阿兰了。来，我们来看看 ，Tuliskan tiga tanaman。同样，这里我给你们的是 example， 你的 answer 未必会跟我一模一样 ，OK？ 我这里给的有的是 orchid、buddy、gerda 这些 ，OK？ 然后呢，索阿兰读啊。Buah-buahan tempatan boleh dibahagikan kepada dua kategori. Yang kesilia. Buah-buahan tempatan bermusim sesama. Buah-buahan yang hanya boleh didapati sekali atau dua tahun. Dua kali setahun. OK? 你的 answer 如果跟老师不一样的，麻烦你用蓝笔抄。因为这个是前面，老师从前面摘录下来的。啊，所以如果你答案不一样的话呢，就是有一点点问题咯，麻烦你们抄下来一下。如果你答案一样的，恭喜你，放这 ，OK。来，我们去 B 的。Buah-buahan tempatan tidak bermusim ialah 那些 buah-buahan boleh didapati sepanjang tahun。所以看一下你的案子跟老师一样吗？Buah-buahan yang boleh didapati sepanjang tahun， 常年可以得到的 ，OK。然后接下来soalan tiga， tuliskan dua jenis contoh buah-buahan tempatan， 两个 example for buah-buahan tempatan， 这里有的是 durian、manggis， 我给的 example。然后至于 buah-buahan tempatan tidak bermusim， 非季节性的话呢？就是有 birthday 啊 ，belimbing 啊等等，你们想到的你们都放下去哦。记得这里老师 remind 你们哈，写的是本地水果，你不要跑 apple、orange 那些出来的哈。OK， 来 ，soalan empat， tuliskan tiga kebaikan buah-buahan tempatan。OK， 写三个好处buah-buahan tempatan。Lebih murah。比较便宜 memajukan industri pelancongan， 促进我国的旅游业， mudah didapati， 容易得到的，看到吗？ OK 哈，来接下去 soalan lima，
Tuliskan tiga kebaikan pertanian di Malaysia. Tiga hal untuk pertanian di Malaysia. A. Menghijaukan kawasan keluasan zowei de huanjing. Mengharumkan nama negara. 使我们国家变得更著名。Menjimatkan perbelanjaan. 刚才我们有谈到的节省开销。自己栽种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到外面去购买了，对不对 ？OK 哈，好了，小朋友们，你们的作业 for day one 的，我们到这里为止 ，OK。所以这里玉怡老师要谢谢大家的专心，我们明天继续上国语课哦。所以各位明天见，好了。OK， 大家可以去休息啦，下课咯，拜拜。